那时候9000买的，这玩意儿三五千万开还行，开多了一定亏了。你9000买的，我应该10000买过。我最后一个卖就差不多9000买的。嗯，有的时候便宜的时候才4000多那玩意儿。利金，不亏吧？利金还行对吧？哦，还行，这车肯定不亏。现在胖子也值钱了，3000万一个不是？啊，2000多号应该是，有的也1000多，看区这玩意儿。利金自己直接能用，漂亮。来，再来一车。黑白开了6万多，回了10000，早知道鉴定140的零式了。我转了3个区，忘了3个区还是4个区？水药3个区，两级水药还行啊，两级水药还行，没有胖子这轮。快了，这车肯定快了。金柳维 QQ 号码为88691124。两级水药能卖不少钱的吧，因为水药能加伤害，虽然也是个过度用的东西啊。来个胖子出特性，两级立木，两级白板，两级水药，又不亏，又不亏，两个水药出2个了，这波应该今天还行啊。来3级特性木药，木药什么门派用啊？哎，这个也可以。对，一般是药的再加上力的，天明蔓延应该可以，但是不太值钱。有的像水药什么是什么封印伤害，火药什么法爆之类的，有的是没有用的，加气血啥的好像没人用啊。普陀山用的哦。姚总电话响了。我知道，我听见了。还行，前三仓库啊基本不算亏。好，再出胖子，再出胖子，这波20个，一个是450万，9000万啊，9000万成本，3级白板，2级再来水药。哎呀，这轮亏了。哎呦我去，可以，这胖子的几率还真不低，这波2级的好多。我感觉是蔓延，有一个蔓延。哎，一个咱们出了一个立木，一个金药，一个立土，3级木药，我操，2个木药。哎我操，药总牛逼，药总牛逼，你感觉是蔓延，你感觉对了。哎，我都不敢信，你知道吗？黑白6万块钱都不一定能出这些东西。你得谢我，知道吧？哎，这牛逼，这牛逼，这个是真的啊，这个真的是嘴开光了啊，内部玩家。啊，这个今天的全部的资源应该是，只要后面只开神器的话是肯定不亏了啊。就只开程序就行了，梦幻赚一点是一点，对，赚一点就立马不干了就可以了。嗯，不是，他这个打比赛嘛，可以，这个蔓延开的可以。哎呦我去，俩胖子，仨胖子，这波全是白板都还行，再来个胖子，再来个胖子，白板白板白板，立木。木药，来第一个，我操，几率改了吧，他开了一个天平一个蔓延，我操，这他妈太赚了哥，25仓库能开一个天平开蔓延都不亏的。天平是天平蔓延一样的，再来一个天平，再去都可以用的是吧，就差一个天平了。那个七哥正缺天平的那女人村还差一个天平，遇到还差一个天平。哎呦我操，这太狗拖了，这个真的再也不开神器了啊。因为正常来讲是没有这种几率的，除非他暗改。